一部后宫甄嬛传去年从年头火到年尾，今年仍然余温未消。安小主陶欣然8月2号来到台湾参加美容座谈会，陶欣然一袭白色套装大秀美腿，开朗干练的装扮与剧中人物完全不同，不过依然被赞后宫最美。因为一打开这个后宫甄嬛传啊，从世上里面的美女非常多了，对，然后从她早期一开始是一个看起来很清新脱俗的这种邻家女孩，对，到后来看起来是非常干练非常的内敛的、嗯、的这个角色啊，我觉得是完全展现一个这个最佳的女性美了，因为她非常耐看，非常有内涵。首次来台自然没经受住美食的诱惑，自曝为吃货的陶欣然对台湾美食赞不绝口。珍珠奶茶，昨天在拍杂志的时候，那个化妆师跟我聊到，问我喜不喜欢喝，化完以后他就出去就给我买了回来喝，我觉得很好，味道真的很好，而且我觉得跟我们那边的味道不太一样，我觉得我们那边是不是假的。看到如此率真的陶欣然，真的难以将他和阴沉的安陵容联想在一起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